近删除，最近删除。装备 double 可以吗？这好奇怪，这是。可以下来了吧？这个还有你的国中毕业纪念册啊，很好旧，不过我还是非常的珍惜。喂，我想来加点女生的家，突袭 sexy 的 DJ 蓝心蕾的家。上次连你跟那什么冰冰姐，天哪，让我永生难忘，忘年之交也是很不错的体验。才怪，没有，真的不错。所以这次我很感谢大热门，很薄啊，非常充满爱心的包裹给他。Hello， 今晚我想来加点你的包裹，请你签收。好。啊，你就这么 nice 吗？对啊，签收啊。哇，这么大的礼物。好了，我来寻找宝物，该办正事。我，因为我今天任务就是要来搜寻你家，对，那些性感小物到底去哪了？哦 ，My God， 女生的衣柜是那个最男人认为很天堂的地方。那我开喽。好。嗨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嗨，心蕾，嗨 ，Scorpion。前都后外套，好无聊呢。要开它，女生不敢开的事物。他越害怕，越有鬼，越有诈。这也是真的很乱啦。各位观众，打啦打啦打啦，心蕾的比基尼哎。好来了，来汉堡刷一排来，来原味的来。2000起票，2000。哇，感觉太赞了，天哪！真的让我大开眼界，我想要这个试床了。好啊，好舒服啊！你是不是太累？要不要帮你按摩一下？啊，真的可以吗？玩了油压，油压，油压，好舒服啊！还有哪里要加强？颈项、脖子、脖子。或许皇天不负苦心人。那给你双倍的好了，双倍 double 可以吗？这好奇怪，这是好像老人家，好像老人家。好，还有什么东西能看？丁磊的手机，各位 ，Everybody jump！ 哦，你有防窥的，旁边看不到，我自己看不到。你要死啊！所有都是美的，还是你有定期删照片习惯？没有啊，这还蛮多照片。他这是炫耀文，他说代表他拍1000张，1000张都美。我知道了。最近删除，最近删除，删除啊 ，baby！ 当我们用 iPhone 是吗？1967张，最近删除。我点了，心蕾。哦，这是我做小笼包哎，这是做小笼包啊！哦，你要做小笼包啊？对啊。好赞哦！我可以吃你的小笼包哎，吃你做的小笼包。好。好赞。好，下次吃多点吃。哎。给我解开，你没锁密码？我没锁密码。这嘎子窝吃了光明脸，吃了光明。这个是什么软体？这是 Serato DJ Pro。哦， Serato DJ 专门用的。对。你要带动我。好。我是那种很害羞的宅男。点头点头。点头，要这样点头的。对，要狂甩。狂甩。开甩，对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一起在台上。大热门 ，You ready？ 耶！16的夜晚，准备好 party 了吗？哎，阿克各位，啊、你是阿克吗？谢姐，知道啊，我可以模仿给你看哦。好啊，好啊，你们都很 nice。有点 nice， 现在有点 nice， 我是要交朋友的，好不好？有点想把他赶出去了，你赶出去了？对啊，你动作你们给放大版的，赶出去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心蕾家完美 perfect， 眼看着先把吹风机，你难过。什么感觉？一定要开向他家吗 ？Hello， 你不要这么的，不要对我这么友好。怎么对你很友好？什么意思？因为就是你知道跟你一般的形象。啊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很无聊，这话都太无聊了。然后我想吹个冷气，啊，请稍等我一下，因为我需要先吹个冷气，我才能够带你介绍我的家。可以下来了吧？好，我现在下来吧。好，你看一下那是客厅吧，我就不用再说什么了吧？看得出来。对啊，你看得出来那个是餐厅吧？我也不用再说什么了吧？这么简洁有力啊！
这个是我的房间。你的房间？这边是我睡觉的地方，然后呢，这是我的床。那你看我的衣服很多，我的这衣柜里都是我的衣服，还有我的鞋子。那边还有是我很多衣服，床上有我很多衣服。那这是我其他的衣服的大衣，然后这个的话，这个可以放在上面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样做一个漂亮的搭配。所以你连鞋柜都摆在房间里面。对，因为我很爱我的东西，我的东西全都是我要一挖一目了然。我这边还有我的化妆品也很多。然后呢，我这边都在这边自装的。然后呢，这是我睡觉的地方，我在那边看电影睡觉的地方，吃饭的地方。很挤。你这样的话，成对你来说是很挤，对我来说是 OK。如果说你今天有男朋友，你要怎么跟他睡？但是他自己的事情啊，如果他想睡的话，他要自己打理啊，他自己整理啊。房间还有假钞哦。对啊，我假钞啊。这是一整排的假钞，就是你在夜店的时候，你可以装帅耍帅，只要自己有钱，这样甩在天空里面，懂吗？哦，所以还有你的国中毕业纪念册啊？对啊，它已经很老旧，不过我还是非常的珍惜。这是我们，这就是我，这是你对。然后还有，其实没有差很多。真的吗？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也是我，来给你看，这是我，真的没什么差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这就是我啊，这是我啊。对，我认真觉得就是一点都不差。真的吗？不是很挤粉刺很厉害，因为我本身很会保养皮肤。你自己看我的皮肤这么的容光焕发，这就是因为我有些保养皮肤的技能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可以帮你就是做一个小小的皮肤的状况的测试。可以在床上吗？不行，你只能在这里，床上是我的玩位，我才能够睡的。男人啊，不用那么讲究，懂不懂？随便就好了 ，OK。你知道胖子都是潜力股。回不了你的话，帮你敷脸，请稍等一下。不，练一下，不要动，你动很难做整理哦。因为你的状况需要点时间。Yeah， 好苦哦！你不要去吃它，你不要动我手，我都要往嘴巴里面吃，好不好？没有。为什么要去吃它？我要帮你删，等一下。你不要这样去吃它啦，那不能吃啊！它就跑到我嘴巴，我没有办法。OK。大功告成，然后呢，我来帮你拍个形象照片，到时候会可以给你的粉丝看，你的脸很漂亮，好，摆个 pose， 好，可以，很棒哦，不要动哦，我会再寄给你，用这张宣传照，好不好 ？OK， 帮你做一个新的规划，好吗？好，好，就这样。